那个球啊，我把祈祷拔掉。对啊，祈祷都拔掉。我换那个好了。哎、欸，然后啊，我说如果我们都可以赌对的话，那爆发就扣，就是我那些真伤我都开到他就是晕的时候再放哦。好啊。哎、欸，对的话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好，可以。好。可以。好。对啊，再放一个。够。好。我说真伤那些，如果我们可以成功赌对就是放，就是那时候在放哦，因为那时候他会把减伤，对啊，那你们啊，先看就是开伤害计算，先绑吧，看谁要先绑，好，我先绑，绑了 ，OK， 好，哇靠，我被。欸、那个先帮忙打一下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以为地震。地震。地震了。好，我去。哇！哦，来喽！啊？哎、欸，在你对面打你。哦，那个还是攻击得到。好，我把那个喷泉放这边好了。我喷泉放這邊好。好啊！哎呦，地震！呜！那像第六排的就只能再往下。呜！哦，哎、欸，这边两个了。哦，你、欸、小心哦，那个還沒。哦，原来还有传点哦。有传点。有啊，我刚从最上面、欸。蓝色的赌完三个了。好啊，是哦。哦，是哦。所以等一下就可以用蓝色就对了。对。再赌一个比较好。哎、欸，那个两个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一直损血啊？中毒哦、欸。三个了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是什么颜色啊？红色吗？红色的也三个。橙色。好，就赌这两个。下面是绿色和紫色，对，橙色。不能再赌了，是不是？应该说也不用赌那么多啊。哦，好、啊、好。还是蓝色和橙色。那个绿色的门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闪电那么勇敢吗？你可以在这边可以再绑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是会有啊？是要赌四个吗？好，绑了。不知道哎、欸。不行不行，四个不行。我刚刚又踢了一个，会飞出去。对啊，应该最多就三个。那就等他那个啊，等一下小孩子到。没看到雷射。没关系啦，地震，地震，我是用好在上面这一层没事，那边有诱惑的哦，小心。好、哦，来喽，好了，所以你刚读哪个颜色？左下暗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人？哎、欸，你说的是哪个蓝色和橙色？蓝色和橙 色。好啊，你就是把紫色读出啊。那我来这边，我就给他堵住。哎、欸，怎么跑到绿色？这里没堵哎、欸。好好堵了堵了。快好，他直接跑下去哎、欸。那、欸、那个上队这边要堵哎。哎、欸。啊。有蓝色，蓝色可以。哎、欸，他走长，他走长。橙色可以，橙色可以，橙色可以。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。好哦、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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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爆发！好像是第二层是不是？第一层吗？对对对，是有、哦哎。他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！我开爆发了。雷射哦，又有雷射了、哦。去别层，地震！啊、我被绑住，我被绑住了，没办法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只是喷掉两只。哎、欸，先去其他层吧。来喽！到左边，到右边啊，右边。哦，又有那个喽。现在还没堵。哎、欸，好吧，来堵一下吧。
哦，这边两个。哦，蓝色三个了。哎、欸，我把喷泉放这边哦。好啊。它是有时候会让你没办法移动啊，就是蜘蛛网，所以小心那个被控在被接那个位置。哎，哪边还有石头啊？我找不到石头。对啊，现在怎么没石头？好像是，哎，有了，又有石头了。不是不是，下面有诱惑的。哪一层？下面有诱惑，最下面，最下面。好，可以绑了，我绑。好，我绑，我绑，我绑了，我绑了。啊，你绑，你绑好。我左上角已经把它堵住了。好、哦、是啊，我都没有在堵。没关系，我刚才堵左右上。哎、欸，那个雷射有蓝。上面有那个诱惑。哎、欸，地震，地震。没事，没事。按地震。诱惑的小心。我怎么吃？你把它引下来好了。引到这边比较好打、啊、他等下会顺下来，来了来了、欸、到右边，到右边，到右边，好，到这个右边，好，这边不会有事。哇，没看到，没关系，你到左边，到左边，上面也可以啊。他等下怕弄到上面啊，弄到上面比较麻烦。哦，哎，什么颜色？我没记哎。没有，还是一样。它颜色固定，所以它固定了。所以要挡哪些？要留哪些？我觉得我们要再上一层，然后看它走到哪个位置。就是我先站。所以是什么颜色？也是近蓝色、橙色。对，因为它是往长边走，所以我可能会站这边。如果它来的话，我就会堵。好好好。我看一下，它在走右边，它走右边，它走长的。干，我把它挡住了。对，不行，我堵了。对，反正这边可以先打啊，右边啊，紫色也不行。这个要把它打掉。好，我打掉。对，你不行，这边堵。堵不了，他说太近了。哦，他走右边，这样子会一直没办法。我是按采集。哦，按采集是不是？啊，哎、欸、那失败，哎、欸、成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没有没有失败。好了，帮你赌多一点。他离太近的，没办法，没有你要讲是什么颜色啦，我刚刚没听到。一样蓝色橙色，一样蓝色橙色。好啊，它上面的颜色都一样。地震，也可以绑了。好，我绑啊。好，好了。直接开爆发好了。地震，有那个、哦，被打到会被绑到。对啊，会被定，会被定。哦，蓝色两个。我们抬在上面的时候就可以。哇！先。死掉了，他刚地震，我往下顺就有雷射，因为还没挡完，所以我觉得先挡的不一定要输出，因为挡完那个雷射比较少，比较好躲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啊，哎、欸，他刚不是跳过了吗？奇怪，刚刚不是跳，被骗了。啊，我被诱惑，我左上角挡住了。哎、欸，是哦，好，好，不然再挡其他好了，因为你全部挡完，他就可以强制中奖。小心哦、喔！你们，我喷泉放这边啊。好。对啊，我去挡啊。哎、欸，地震，好，没事。好，我在绑。
还是占第二层打比较安全。可以往下吗？哎、欸，他也是在线。没有，他其实地震好像有 CD， 大概20秒一次。哦，你看地震完了，好。哎、欸，一直在下面。没关系啊，很好、啊。可是这边差一个啊，就一样蓝橙两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蓝橙，对，还是蓝橙。蓝色跟黄色、哦、橙色、橘色，然后右上角对橘色。差不多啦，因为没有其他相机，蓝色、橙色。好，我觉得这边可能要堵住，不要让我们右。这个，嗯，你说紫色也要堵，对不对？紫色。哎哎哎！哦哦哦！我没堵到哦。哎，有，哎、欸、靠！我靠！哦好，有有。哦，成功、欸、成功，是哦，开爆发。他是在这层吗？爆、啊、发好了，来来我身边，来我身边，好，对，我旁边有这个 buff 加，有啦，就这样就对了。哇，太多了吧！镭射镭射，我、哦、靠，这坑好远。哦，过来了，哎、欸，那个镭射，嗯，哇，没顶了，哦，活着，他是要换位置了，好多哦，干，哦，对，门的后面好像是安全的，对，可也可以先堵啦，先堵的话一定比较安全，啊、一堵的那个门会没有镭射。这边两个了，在哪？啊，又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刚才那个会喷出去？来试一试。三个，三个，来这三个。看我，我在堵那个。对啊，可以，可以这。好，两个，三个，哦，这门都可以放了。来一下，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哎、欸，你们有人可以绑啊？要绑可以绑。三个人，好，好，我绑。好，好了。好，对啊。帮我，我负责看能不能绑好。他为什么会有感觉有两条血啊？他有一条比较深的。那个是会回的血。对，我都回回的哈、哦，就像笑不笑一样，暗红色。没有，你看，我们堵过了以后，雷射比较少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哇！哎，光你来我旁边，光你来，你要补血来我旁边，光我都在堵那个石头。哎、欸，一样还是一样哦。好。那还是只有堵两个，所以紫色和绿色要堵。对啊，对，好。我觉得两个就差不多。哎、欸，光你跟我堵啦，我堵绿色，我石头我堵绿色的时间都还没用掉。我可以放那么近哦。哦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。应该没问题了吧？你怎么开爆啊？好。哎、欸，成功！你看， okay, 成功，赞呢、欸！开完、哦，开扁。有啦，我觉得爆发留在现在 CP 值比较高。对啊，都可以啊，因为其实爆发 CP 也没有很。开扁，开扁，开扁，来我这边，来我这边。扁完可以再绑。镭射哦，镭射哦，镭射。我还没有绑哦，我绑，绑我，好，我绑了，好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因为爆发，哦，连续爆发，豪哥，时间有那么久吗？你的爆发，应该没有，镭射，镭射，
好啦，我觉得赌一下吧，赌一下。顺路的时候可以赌一下。啊！我都在赌、欸。他刚好像正了一只。刚刚没地方可以顺，可恶！当时喷掉。没关系啊，要小心。被绑了，被绑了，快点！我喷泉放这边。好。好险哦！我刚被震呢，还好有跳起来。哎、欸，好，那个叫什么？橘色的三个人。对，上面两个都很简单，橘色和蓝色都很简单。就他现在在上面那个，我不敢，我不敢过去。他现在在下面那个平台，我不敢过去。然后上面的我都堵起来，上面都堵起来。好了。这里呢？快点。跑到下面了，我还是硬下去。呜，来喽！哇，诱惑的那只，那只诱惑的，没差啦。其实不要地震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来喽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。地震！哦，我喷泉还是一样放这边。哎、欸，刚刚放大之后他就跑掉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是现在打的伤害都还好，重点是那个。我其实我觉得赌两个门很够啊。可以哦，对啊，好啊。啊！喷了、啊。好像不是哎、欸，刚那个只是……哦，一样嘛。对。绿色和紫色是不是？蓝色、橘色。我赌这边，我赌蓝色。哦，是赌蓝色和紫色、哦。不是，是要留蓝色和橘色。好了。哦，简单。好。好，我爆发有。我也有。来喽，开喽。这一层，这一层。等下爆发完还可以再绑一次啊，看谁有绑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来，我这边来，我这边，我这边有真伤，来我这边。我等下直接绑啊。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其实我有，可是要先躲一下雷射。不要先躲，先到上面。好，直接绑，直接绑。OK。好了。好，继续。哇，看起来还要再一次。哎、欸，你们在下面。因为我这个要贴身才能丢，小心！我不晕了。要站多近才能丢石头啊？我每次都丢到下排。哎，可以哦，这样可以。靠，我被喷好远。Where is him?好，蓝色好了。有没有？你看赌完一个蓝色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？黑色就少很多。橘色也好了，橘色也好了。哦，很会挡哦。你看有没有？所以你大概都站哪个位置丢啊？那边有变色。越近越好吧，啊，只是太近会不会会有伤害？我觉得也没有很痛。小心哦！又有诱惑了，欸，在这边帮忙清一下。好。哦，他来了，小心。哦，真的有诱惑，他怎么出现那么多诱惑？我靠，他那个还会放招。绿色也堵住了，你这是有三个，很棒很棒，还是到这边好了。哎、欸，快打完了、欸，对啊，快赢了。哎、欸，我绑了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我玩小游戏再爆发一次，他应该就去了。
对对对。哦，刚好。除了紫色以外，都可以。除了紫色嘛。反正挡紫色就好。对，挡紫色就好。哦，简单。啊，就这样挡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应该这两个，应该这两个放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其实这个短平台不会有。这两个放就可以了。OK， 耶！应该成功吧？被那个工会的那个盖掉。哦哦，是这样是不是？应该是，我猜的啦。对啊，来最后其实看他有没有那个就知道了。我开爆发了。应该可以直接结束吧？没关系，还不能绑。上去上去，我等下绑。还有30秒，没办法。我绑了，我绑了。还不能绑啊？还有 CD。抱歉抱歉抱歉。哎，要开始，要开始。赢了。对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。你刚死掉了、哦，哎、欸，你死掉了！啊，我刚被控被地震，没下掉吧？哦，应该可以啊，他应该是看那个吧，打死这个宝箱。有些是对，对啊，应该是。哦，我是没有解到任务，我是没有解到任务啦，但是可以拿宝箱。我也没有任务啊，我也没有。对，里程碑还没有，应该要打完宝箱才有。好，我最后被碰到了，被晕到了，然后被那个。等一下看打完宝箱有没有拿里程，我觉得应该会拿到。哦，打了。我记得那个什么也是，哎，好。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哇、哦，有。对对，有里程，有里程，嘿嘿嘿。哦。天气哦。没有那个。戒指有戒指，有天气了，然后挑战困难才有戒指。这样其实打路西达那些好像也不用活着哦。是吗？因为反正他是过关才算那个成就那些。天气啊，你们解了？原来你解，你解。好，路西达。好啊。好，感谢。我去记一下球。打多久啊？21。